李璇，到了。你姐不姐？散了散了，几点了？哎，别了别了，放手吧，小姑娘，你回吧回吧。哎，放手吧，小姑娘。林老师说了让你帮我解的。刚刚我在办公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这都记不住吗？我记住了，我也听不懂啊。哦，你是听不懂啊。 我还以为您当课代表的人都很优秀呢，看来你们那个兴趣小组也没教你什么呀。你到底解不解？不解又怎样？你还去告老师？李寻同学，我承认我技不如人，我诚心向您请教，请你帮我解开，行了吗？ 朱云同学，既然你技不如人，那就好好学吧。你这怎么了？不就是个病毒吗？我就不信我解不开。 阿道的羊肉串可好吃了，我这是谢谢你，病毒我解开了。你不是和林老师说了病毒的思路吗？我跟老高研究了一下，还真解开了。虽然病毒也是拜你所赐，不过好歹有了收获，谢了。 李轩，你说你成绩这么好，又会编程，其实早自习是同学们交流的好时间，你要不要来指导指导同学们？没时间。学校付给我的奖学金里，不包括辅导同学这一项。